大家好，我是 Ringa。 很多人以為白就很著數，一白可以遮三醜，但其實白都有很多煩惱的，就例如色斑這個問題，因為白所以顯得色斑更加明顯更加礙眼。平時上鏡化妝大家就看不到，但其實卸了妝之後我有很多斑的。我卸了妝之後真的有很多斑的。跟大家分享一下色斑小知識，一般晒完后出现的雀斑是一点点的，但是我面上的属于是啡蝎斑，是遗传的，就算平日做足防晒都有，真是好不开心啊。相信很多女仔都考虑过打斑，但是最担心就是不持久和要成日 keep 住打。今天我想介绍这支仙奴激发淡斑精华，很多人用完之后都说它有明显的淡斑作用，一试爱上啊。仙奴激发淡斑精华含有来自韩国的获奖成分 Melafoy， 专为亚洲女性研发，可以有效地减少黑色素的形成和色斑的问题的。为什么 Melafoy 会对淡斑这么有效呢？那就要由黑色素的形成讲起啦。当肌肤底层的酪氨酸酶太过活跃，就会刺激到黑色素的形成。 Melafoy 可以减少酪氨酸酶的活性，那就可以抑压到黑色素的形成啦。除了 Melafoy 成分，这支精华还有维他命 B3、 复合花果精华、稻米精华和紫桑精华，还会有高效抗氧化和抗自由基的成分，可以增强肌肤的底层，令皮肤没那么容易受到黑色素的打击。仙奴激发淡斑精华绝对无酒精和无香料成分的，质地是呈水状，好易推开亦都很快被吸收，最啱上妆之前用的了。朝早洗完面之后拍少少爽肤水就可以搽精华，只是一滴已经够全面用的了。它质地完全不粒，好易推开亦都很快被皮肤吸收，所以绝对不会影响上妆的。上妆没有卡粉又不会起擦胶碎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的。可以给大家看看我用了7天的效果，有实验证明持续用56天就已经可以有效地减淡色斑又或者痘痘印达到 62%， 而它的价钱只是229元，只是打斑疗程的1/10价钱。所以这支 product 的性价比真的很高的，仙奴激发淡斑精华可以在全线万宁和仙奴的概念店有售，大家快点买来试一下吧。